我觉得飙车比赛这事儿，你绝对绝对不能承认。这不承认能行吗？当然不行，而且我也不会说谎。对，不能说谎，只要证明他在加入 Flash 之后没有参加过那种比赛不就行了吗？干嘛要说谎啊？可如果承认的话，却又拿不出证据证明参加的确切时间，那陆杰就会被取消车手资格，以后就再也别想开赛车了。这么严重啊？那我们还是别承认了吧。不行，我必须要实话实说，这是我的原则。对，陆杰说的没错，调查的时候你只要实话实说就好，其他的事情我来处理。听证会之后就是排位赛，你别多想，好好练车。你放心，我们都会帮你的，对吧？从现在起我们分头行动，关键是找出来到底是谁给 David 提供了圣文斯顿湾赛车的信息。唐唐，你们九频道曾经做过 David 的专访，你的同事手上应该会有不少关于 David 的信息，你从这条线索查查看会不会有收获。唐唐那边有线索了，他说后面能不能进一步打听到消息给你出马。好，我打听到这个卖情报给 David 的人外号叫大胡子，特别喜欢赌桌球，而且一向愿赌服输。你桌球不是很厉害吗？所以只要赢了他的话，我们一定能打听出什么有用的消息的。I heard you are the best here. So, you wanna bet? 你吃 ？Sure. No more money, bro. I can't play. One last game. If you win, this money are all yours. But if you lose, I won't take the money. But I want you to tell me something. What? You afraid?不可能，怎么会是他呢？真的，就是 Mario 去举报的，而且他要去听证会指证。你说这 Mario 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一点都不奇怪，陆杰一直赢他们，他们怀恨在心也说不定啊。完了完了完了，陆杰不会就听到了吧？追呀、啊！干什么去啊？我要找 Mario 问清楚。哎。别冲动，你现在唯一要做就是好好练车，好好休息，全力以赴给我打排位。唐唐，我要是车手资格都没有的话，我打什么排位啊？哎，喂，什么？胡闹，快把他拦下。天野说了，现在陆杰去找 Mario 这事太危险了，你快点吧，咱们赶快拦住他。我啊。开车，追陆杰，对，快点吧！开什么玩笑？那你说怎么办啊？不和陆杰比速度，我一样能拦住他。走，快点！陆杰要去找 Mario， 应该经过佩纳姆公路绕过幻影宫，再经过安扎克公路到达墨菲特维尔赛马场。我昨天注意到幻影宫和安扎克公路路口正在修路，道路已经封闭了，在那里陆杰必须折返往南绕过幻影宫，重新上安扎克公路，而我们直接穿过阿德莱德大学，能比他快两分钟。只要路线选对，我们就能赶到他前面把他拦住。天野的电话。喂，
我说过了，车手认证的事情我们会处理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现在赶紧回家，听见没有？我就是想找 Mario 问清楚这件事情。我会去找 Mario， 还有他的老大问清楚。我，难道你现在还不相信我？怎么样？回家。真神了，咱们居然能追上陆杰，还把他给拦下来了。当然了，我这儿可有张活地图，比速度我比不过陆杰，要说记录能力，那我绝对是 number one。